第38题，如右图所示，一辆滑车在水平的轨道上行驶，车上载有一颗小球，与滑车一起沿着直线等速度前进。小球与滑车之间几乎没有摩擦力。当滑车到达轨道分叉处时，滑车向西方向转弯，则观察者由轨道上方俯视，观察到小球的运动方向。将最接近何者？那么这题就是考惯性。当我们车子转弯的时候，小球会依它原来的运动方向前进，而我们的小球原来的运动方向呢是向右边前进，所以它呢它会继续呢保持向右方前进，也就是图示的 B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，则观察者由轨道上方俯视，观察到小球的运动方向将最接近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B。